他在门口这边解了一只小鸟，这上面有个燕窝，可能是上面不小心掉下来的吧。好，我去拉个楼梯来，把它送到家里面去。哎，黑色的吧，颜色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没有，如果换错掉，不是他的家的话，把他送到别人家里面去，是吧？那你生的孩子把他送到别人家里面去，跟这个一样的，麻雀啊。小朋友，来来来，你开。全是麻雀，小麻雀跟这个小麻雀一样呢，哪里硬就放这边先嘛。我们去，我今天是晚上的头子，我们吃完饭还要去赶海了，那先放这边。你爸妈如果不来救你的话，我抓一咬你。晚上过来再过来看一下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小明，今天是晚上的潮水，兄弟几个很久没有来盘夜坑了，今天带上我们大家伙大功率潮水机，直接来开盘了。阿布，搞的。啊，今天带你来看星星的。是啊，数星星啊，他不管去哪里都要带着我。带着你。对呀、啊。把你放家里，他不放心嘛，是吧？这个，你看这个电灯泡。他被小明骗了的。好久没有夜晚来海边了，之前谈恋爱的时候都是晚上来。现在就可以说小话了嘛。晚上来。回味一下恋爱的感觉不行吗？阿心，最坏的就是你。哎，你们现在大家都把我当坏人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。哎，这个太小了。哇，这一条大，这一只大。哇，这东西我们数量不多，说它也没用。可以可以，大哥，不要抽，大哥，停掉停掉，不要抽。有鱼了，快点，速度快点。哇，今天石头蟹很多啊！一下石头蟹密密麻麻的。哎，哇，这个螺都是晚上出来活动的，到处墙壁到处爬起来，看，看，到处爬起来。还是晚上出来带劲嘛？你看，哎，这边你看，三条四条，哇，你看，什么？看见没有？嗯。是吧？猫砂呱唧呱唧，呼吸呼吸呀！哎，呼吸呼吸，呼吸呼吸！哪个老口我亲就你！好久没看到这个家伙了吧？他可能在那边睡觉啊！啊你看，哇，你看鲈鱼苗很多，底下那个鲈鱼的苗，哇，这么苗，牛逼！来了，红牛逼！哎呦，这么一条！来了，又是，来了。牛逼！哎，来了！哎，三刀鱼，哇！哇，这里，哇，这你看，看见没有？嗯。哇，那什么？活的炸呀！我天，老弟。
看看。哎，够不着。那么多高吧？那么高。喂，哇，立住了。喂，哦，吼吼，吼吼，哎，哎，别动，按不住。哎，不要抓头。我靠！我把它拉住来。哇，怎么样？哇，勾一勾一下。嘿，跑鲤鱼了吧？哦，也是我。你说，你说，清楚点。哎，有力有力有力。李总，哦，黑石斑，我飞了，抓住我了，我轻一点，太激动，太激动，我飞了，还有黑石斑呢，我都没飞，这个跟龙胆不一样呢，我这么大了，你看，抓住我，我飞不够胆，哇，今天这个搞大了。没办法，那不搞了。哇，看鱼过吧。哦，哇，大黑钓搞了一个，这个一条估计有2斤可能。黑钓我们这边一斤卖35块钱到40左右。然后这个黑石斑搞了一条，这个漂亮，哇，黑彪彪的。哇，这两把亲一口，要不是中安不在的话，我就下手了，下口了。还有这个。这个我们这边叫猫砂，也有的地方叫狗砂，然后这个我们这边一般都是来做酸辣汤嘛。哎，过去看一下。哎，飞走了阿金。哇，那也好了呀，那也好，回家回家就好，终于团圆了哈。OK， 那我们也回家洗澡了。